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12月9日。今天呢，海外的网站上有一篇文章，讲到上海市啊换了公安局局长了。我们知道原先的这个龚道安呢，那么在这个8月18日，也是上海市副市长、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落马。19大以来啊，上海落马的第一个副部级的大老虎。由于上海这位置那太重要了，有很多人都想到上海去工作。如果谁能拿到这个龚道安留下这个位置，那就等于拿一个大的蛋糕啊！这个非常诱惑人啊，所以很多人都血溅脑袋。现在终于有一个人，这个非常幸运的，也就叫做这个书庆啊，给大家看看书庆。你看，就这里，这个公安局局长把这个位置拿到手了。那么为什么用他呢？因为习近平用人及其团队用人肯定是要搞这个嫡系啊，团团伙伙，不会是五湖四海，因为习近平本身就格局小，对这个别的派系不放心啊。这个尤其是过去这个共青团这个系统重用过的人，和江泽民的派系重用的，他恐怕都不太放心。他选了一个人，选这个苏庆啊，自有道理。为什么呢？苏庆和习近平的嫡系王晓红那是有过交集啊。今天看到海外的网站上讲到这个事情。那么苏庆何许人也呢？他的知名度不高啊，没有几个人知道。但是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，是很长一段时间在国家环境保护局工作，后来他空降到了这个河南啊。到了河南以后就有缘分认识了王晓红啊，因为那时候王晓红他是2013年8月啊调到这个河南省人民政府省党组织兼公安厅厅长，那么2014年就任河南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，这时候呢已经拿到什么头衔呢？这个副总监警衔啊。那王晓红我们都知道，习近平最信任的人，因为他从1979年12月的时候他就担任福建省闽侯县公安局团支部书记啊，从基层干上来，一直在公安局工作，曾经任这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、局长啊。那么1993年就是福州公安局副局长了，党委副书记了。那么后来呢，到了福州，这个和习近平工作期间和习近平啊这个有过交集，习近平非常重用他。那么习近平领导在福州做领导的时候呢，那么1998年2月就任命这个王晓红啊是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，那就等于专政工具说了算的就王晓红了，既是党的一把手，又是政的一把手，还是政法委副书记，你三个职务，还当过漳州市公安局局长、党委书记、市政法委副书记等等。那么你可以看到习近平可能那个时候主要是靠他保护，对不对？因为当地方官你动用不了军队。听说这个王晓红曾经帮助习近平照看他的这个女儿习明泽，小的时候外号叫小胖，说小胖就交给他管，放心。所以他们关系够铁啊。2002年他就任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了，兼福建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一政委、党委第一书记。那么2011年任厦门市副市长了，政法委副书记，还兼公安局局长了。你想，习近平对他非常的重视了。那么别人要问为什么给他调到河南去了，这个都是有考虑的。你习近平知道自己在仕途上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李克强，那么你要制服对手唯一的手段是什么？抓住腐败的把柄，所以到河南美其名曰是下派，实际上就是派他去调查李克强的事儿。
所以他在那儿不搞了一些打击那些什么色情场所，那些什么夜总会等等啊，这个网络上都有。这个，那么你可以看出，这个习近平对他是很重用的。他就在那个期间和这位淑庆两个人拉上关系。淑庆一看这王小红这后台这么硬，对不对？那不马上就这个靠上去了。那么你王小红，你是福建的官员，你到河南去，东北话讲两眼一抹黑，对不对？谁也不认识，这个谁也不认识。你的优点是可以这个抓对方的腐败，可以没有顾忌，这个往死里整。弱点是什么？没有几个亲兄弟跟随，所以这时候就淑庆就靠上去，就成为亲兄弟了吧，对不对？估计那时候俩人合作的就比较好啊。所以，这个2015年，这个王晓红就回到北京了。因为这时候习近平已经羽毛丰满了，上来了。上来以后，那就是可能对李克强这各方面的调查也差不多少了，但是也没抓着李克强的腐败的把柄。因为李克强比较廉洁嘛，但是他发现了一些这个一些其他的线索，你包括郭文贵这个事儿，有可能从那时候就开始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中共高官互相整啊，他都有个办法。他都盯住和高官经常来往的企业家、民营企业家，一般当官都愿意和民营企业家勾兑呀、啊，因为那个钱比较好办。你国企有的时候明争眼斗了，你想提个上百万也很难的。所以这个打击政敌就是抓软肋，就是上去以后你就要到他的领地去掏地沟，东北话叫掏地沟，掏地沟掏谁的？掏对立派的。和企业家的明来暗往，再就是什么，这个官员的情妇，这一刷一个准儿啊！所以他在这个期间，他两个和这个淑庆，认识。淑庆肯定是干得不错，这个领导指示啊，这个调查谁调查谁，估计他也是全力以赴，是吧？所以他愿意用他。那么这一次，淑庆就找到了回报了。对不对？你跟着领导打打杀杀，领导上去又不得带小兄弟们一块往上前冲啊！所以他先接任了这个上海公安局的局长了。说是这个，现在官方的信息已经出来了，说河南省副省长啊，公安厅厅长舒庆已经调到上海工作了，也就这个人跟着王晓红干的挺好，后来就升任这个。主管这个河南的公安系统了，现在从这个经济比较落后的这个河南转战到上海，这可不是一般的变化。那为什么王晓红让他到上海呢？这里有这么几个原因，一个是现在这个环境，这个形势大家都知道了，和美国现在搞到今天这个程度，这个热战随时发生。你要打仗的话，你不得社会稳定啊？你前面打仗，后边老百姓恨共产党，就要造反，造反得有人镇压，镇压是靠什么？就公安嘛。所以王晓红肯定得选一个自己信得过的铁腕的人物，就是舒庆，到大上海工作了。第二个原因就是上海刚刚撤换了这个龚道安呢、啊，龚道安是这个人也是非同一般的，在这个警察的系统啊，也是从基层干上来的。最早在就锦沙市啊，担任这个湖北省啊基层干事的，湖北公安厅刑侦总队啊重案侦查处处长，行动技术总队副队长、总队长，经侦总队总队长。07年12月任湖北咸宁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、公安局局长，就和王晓红这个差不多哈。上边因为共产党治理这个国家就是靠镇压、靠抓人。所以呢，公安局局长特别重要。当然，他在湖北就是湖北省那个一二把手，领导喜欢的啊，这官员在另一个派系也说不定。那么10年，他这11月，因为他在湖南湖北省干得不错，再加上把钱给送上去了，哈哈，就提升上来了啊，调到北京任职，先后出任公安部12局，12局叫行动技术局，其实就监听别人电话的副局长、局长。17年6月就到上海市当公安局局长了。这个监听电话这个是非常厉害的，
他有办法，你说的电话他都能监听，包括你自己跟女朋友的谈话、和老婆的谈话、和这个上级、下级、小二的谈话，他都能窃听。他通过听找到线索，就整个人不就有了方向吗？还是共产党的这个官员都是无所不有其极啊！他们有个纪律，就是说你不能监听电话，说偷听，就是说这不属于公务方面的这个事情。其实他什么都听，有的你看那个齐老板给那个安全局的人一点钱，特别那黑龙江小城市，我听说了，给点钱他就偷听他老婆的电话，看他老婆在干什么东西。他老婆一样，女的如果给他钱就要监听他男人的事儿，他也有人愿意干，这都是违纪的，在这个警察的系统，但是违纪是大量存在。他偷听你还知道，没人知道，所以这个共道案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权力啊，12局啊，你就看你站在哪个派系。没想到偷听的事儿可能是对习近平不利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上海就给他拿下了，对不对？这2018年1月升任上海市副市长，接任上海公安局局长，结果共道案后来就落马了。你看这个，这里讲这个共道案落马可能的原因，主要是牵涉到了，很可能牵涉到孙立军或者邓慧林，因为他们都是湖北的嘛。这个孙立军是属于这个公安部的大领导，那邓慧林是湖北省公安局的，后来是因为这个也是被调到北京啊，这个政法委当办公室好像副主任，然后调查周永康立功了，提升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现在又进去了。共产党就是这样，先利用你调查他，完事儿了吧，把你往该放的地方一放。正因为你让你调查周永康，这里很多事儿，习近平是不想别人知道了，对不对？还这里的事儿太多了。你看，中共官媒报道那些事儿，永远是当官希望老百姓知道的，都是一半真一半假呀。那真相谁知道？发生了什么？只有他们知道。为了使这个保密呢，邓慧琳给你找个地方好好待着哈，因为腐败人人都有。一公布你的腐败问题，都是什么？这个钱财，这个妻子儿女，老百姓可能看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百姓就鼓掌，太好，又抓大佬、大贪官啊，还是公安部的和公安局的，其实不知道背后这个内斗这里边的故事啊，那是很惨烈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孙立军也好，还是这个邓慧琳也好，还有共道案，都是派系斗争的就牺牲品呢。实际上，那么这篇文章也讲到说，共道案以前呢是这个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部下，和孙立军、这个邓慧琳啊，都获得这个孟建柱的重用，就完全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一朝天子，一朝臣呐、啊。这个孟建柱暂时还没有动，我估计也是时候不到吧，到了他也会动的。他不可能一下动那么多，每一个人都批弟兄们，怕得罪人太多，在别人在暗算自己怎么办，所以一步一步的呀，这个顺藤摸瓜呀，往下查，查到最后彻底就给他抛弃，送到监狱里去玩了。那么这一次，这个上海这个道出来这个位置啊，就给了这个淑清。那淑清一看王小红对我这么好，你想多够哥们意思，河南的什么地方是吧？一下子蹦到这个大上海，上海的灯红酒绿。你说光那一条这个南京路，你想走一走啊？你想那什么心情？在那个上海这个上海滩啊，尤其是浦东新区啊，黄浦江畔，你想在那一巡逻，你想带领他这些公安弟兄们逛的一圈，那简直就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官场就是这样，有人提升，有人落马，有人高兴，有人沮丧，有人哭，有人笑啊！这是一个什么角斗场啊？也是个绞肉机啊！绞一批完了，肉馅就蒸包了，又有些人就愿意投到这个机器里再被绞啊！你看，又上升了一个公安局局长，这是在共道案被调查4个月后，又出现了一个上海的新面孔，那么将来他的政治结局怎么样？这很难讲了。如果真正一开战，习近平为首中共集权统治也崩塌了，他也就成了瓮中之鳖了。
对不对啊？这很难讲将来是个什么结局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